Hello, everybody！我带着这个没有太喝懂的这个巴丹木拿铁行不行，来到了从来没有来过的一个地方——武汉，真的没有来过哎，第一次来，好稀奇。这其实也没有多稀奇，只是真的没有机会来而已。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来了，这辈子没有吃过热干面的我，这次来。主线任务：寻找正宗热干面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主线任务：养心工作，然后寻找正宗热干面。然后明天下班以后，看看有没有可以去蹭演的演出，可以去看看，也去感受一下这种武汉的城市都市生活。耶、yeah.！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是4月15日的晚上8点，下班啦，8点多，已经8点多了，下班啦，我们来感受一下武汉这座城市。Hello，换了一套行头，出来觅食啦，耶、yeah!！来感受一下，哎呀，绿灯，拜拜。注意看，这个叫小米的女子正当街头吃。现包的不是现削的现，拿起一条。我在人家店门口，我要说好几这个叫汽水包，然后叫什么？什么香辣粉丝汽水包？为什么叫汽水包呢？水煎包。可它叫汽水包。汽水吧，嗯。网友们帮我解释一下，什么是汽水包？有什么区别？它不就是一个包子，但是挺好吃的。好吃。我也不知道里面该加些什么，但我就乱加了一点。但主要还是要来拌一下。嗯。哇，人生第一次热干面，我感觉我的衣服在漏风。OK，大家要见证我吃人生的第一口热干面了。来武汉的第一口热干面，也是最正宗的，因为是本地的，不是外面的。OK。不愧是有名的早点，虽然我们是晚上吃的，但是好香。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那种，你看像北京人吃涮肉都是放麻酱的，他们这里面就是花生酱，就是很纯浓郁的这种味道。这是个啥？是萝卜干。不是，那是那个豆角，酸豆角。啊。Nice. Very glass. Very happy. Okay.